一款我们这个自抛型的一个刮毛刀啊，它平常出门的话也比较方便携带的，而且它上面也是有带一个盖子的，防止刮伤，而且它上面的刀片是比较锋利的，大家测试一下它这个锋利度啊，可以看一下，一下子就干净了，真的太牛了。而且我们这个刮毛刀呢，它是通用型的，不管是男生刮胡子还是女生刮腋毛或者是唇毛这些通用。